新春大吉，祝各位朋友蛇年吉祥，万事如意。嗯，秀啊，嗯，你像在中国过新年的时候哈、啊，这祝福的话特别多，没错，恭喜发财，嗯、红包拿来，对吧？<laughs> 特别多。你在韩国啊，我最常听见的就您刚说的那一句。你说什么呢？还有挺多的呢。是吗？嗯。 새건강하세요새순조롭게보내세요的소원성취하세요출발응글쎄니숄더도에워먼这过大年的哈，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哎，总得喝上几口小酒。是的。学员，你酒量怎么样啊？不太好吧。能喝几杯烧啤呀？烧啤？这就是韩国人喜欢的，在烧酒加上啤酒的炸弹酒吧。没错。太好。你有听说过烧啤资格证吗？ 烧皮资格证还有这样的东西吗？嗯、有，前几天哈，嗯、鸟叔在自己的韩版微博 <Me today? S 2> 上公开了自己的一张烧皮资格证。哦，oh, 这张资格证造价可不小哈。是吗？用白金打造，哦、oh. 嗯，是一家韩国烧酒企业颁发给他的。嗯、mm. 嗯，这张烧酒资格证上啊，不仅印有鸟叔的个人照片，嗯，mm. 还有发行机构、发行日期，oh. 啊，还有这张烧酒企业的印章。 到底不是真的呀据我所知，哈，鸟叔跟这家校友企业是有合作关系哦。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这个对商业宣传吧，应该是是的啊，非常有噱头。嗯，如果真有的话，哈，咱得去考一个，是的。这在韩国派上大用场哈。对对对，嗯啊，你们知道吗？在韩国工作面试的时候，我们都会被问到酒量呢。没错了，嗯，这就是韩国人际关系当中重要的部分了。嗯，没有的朋友赶。 去考一是的，谈到鸟叔哈、啊，嗯，不得不提一下他最近的高富帅路线。是的，嗯，最近他特别风光啊啊，连这个坐骑都是联合国级别的，是什么样的车、啊嗯、鸟叔最近在在他自己的个人 Twitter 上，嗯，这样说到了，嗯，<laughs> 我有一辆防弹车，防弹车这太夸张了吧？既 <laughs> 然哎、呃，你别给小看这防弹车哈。Oh. 您知道韩国现代汽车集团曾经赠送给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潘基文、啊、一辆车，嗯，就跟鸟说的这辆车是同一款车型，不会吧？嗯，居然你听说过这个雅克士吗？雅克士应该是现代的 x、e、4吧、嗯？没错吧？嗯、这就是鼎鼎有名的雅克士配车哈。哦,哦，在市场上没得卖、哦，我这想买也买不到，<laughs> 买到了也开不起啊。我买得到呢？不会吧？这 <laughs> 是我的梦想了。嗯。 好了，除了帅之外，韩国明星的童年照一直都是网友们的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吧？嗯，没错。嗯、韩国人气组合 Big Bang 成员 G Dragon，嗯，G D 他的一张童年照啊，现在在网上传的非常的火热哈。哦。Oh. 嗯，据说是他小时候拍摄一个这个电视节目的剧照，嗯嗯，你、嗯、看圆嘟嘟的脸特别可爱哈。是。啊 <laughs>、嗯，虽然不知道你对 G D 出道的时候有印象吗？嗯 好像没有现在。嗯，吉吉出道的时候哈，就是戴着一顶四十五度角的帽子来了。四十五度，对，没错，总是戴着四十五度角的帽子啊，显得特别有范儿哈。对对对，你看他小时候的剧照，哎，帽子是往后戴啊，不管怎么着就是不往正戴的，主要另类穿戴哈，跟别人与众不同。对对对，看来他小呃从小就有了这个明星的本领。对，没错了。嗯。 虽然想必你也知道，嗯，这明星啊，特别是韩国明星，嗯，从小的时候就有那股明星范儿，没错、啊，有明星的气质，嗯，这与众不同啊。比如说，嗯卡拉的成员 h 斯。n 对，没错，韩世妍，特别是他这个脸上的婴儿肥啊，是的，特别的引人注目。嗯，哎，都十几年前的照片了，还是这么可爱。没错，嗯，还有呢？这里还要提一下韩国女演员李宝英。李宝英，嗯，你看她的毕业照多么清纯靓丽啊！对对,对哎，中国有句俗语叫“嗯，岁月不饶人”哈。哎、没错，都十几年了啊！不，李宝英都有二十几年了吧？是的，是的。哎。<laughs> 这个姐，这这个、李姐姐可能就是逆生长哈，哦、是,的是的，是的，<laughs> 越长越漂亮哈。是，嗯，我认为呀，所有人的童年他们的样子都很可爱，是吧？嗯，包括你,你哦。<laughs> <laughs> <laughs> 好的，韩国娱乐方面的消息就到这了，嗯、更多内容呢，请关注我们亚洲经济官方网站。再见。再见